라따라짠짜라라라라怎么这么奶呀、啊、奶的让我有点受不了加油其实不得骚动操着混着蜜语点 Hello Hello 晚上好今天这么长公告是吧加油看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抽奖公告吧第一次弄这种就是抽奖类型的咱们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什么来着非常多的这个选项当然有好有坏毕竟这是一个游戏你就是投入其中你就是可能会获得一些东西可能会收获一些也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现在要开始吗没关系就是一直等我们等一会儿开始吧等一会儿吧因为感觉现在人还不是特别多晚上好我刚刚在外面真的感觉被风刮走了晚上好呀想吃到六六什么六是夹子音是吗看看笑死想吃到夹子音没那么容易我跟你说没那么容易真的没那么容易把这眼镜摘了吧但是我今天真的好奶这是为什么奶的让我有点受不了了很适合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我们放放听听我跟你们说刚刚我不是点外卖吗然后那个商家给我送错了给我送成了是我点的是鸡排饭的给我点成龙虾饭了本来咱们就是说应该是个很高兴的事情对吧因为他毕竟是龙虾但是吧我因为吃不了龙虾而且他很辣我就跟他说为什么是这个然后他就是对那个商家人还挺好的跟我说我再下一单然后把钱转给我一个人偷完成我室友也不在说实话哦你说的不会就是我吧确实家人我的室友不在呢看看自己今天其实我不想穿外面这个马甲的因为它有点累赘室友不在孤独吗还好吧我刚想给他发微信我说微信那个什么一个人住单间好爽啊就是我想着不给他发但是我还没有给他这么发确实他那个视频是怎么拍呢他就是让我给他搬个凳子在那边然后他爬上去之后把那个凳子挪开然后给他点个抖音的开始我看歌词好吧很符合这个今天刚才那个情况是不是要有台风了家人们是不是要有台风了告诉我姐姐一张很可爱什么现在吗刚刚吗刚姐一张好看的图吗不行我还要把这马甲脱下来我总感觉自己今天有点太奶了为什么因为我妆没化浓吗这样看怎么看打的不行
这发型我真的很纠结，白衬衫更难。我本来有穿白衬衫就是会稍微的帅一点，对吧？像我现在这样子，或者是女生一点，因为其实我下面穿的是那种女，就是那种女生会穿的黑色那种短裤，那种外出的那种牛仔短裤，就是如果看全身的话我还是挺那个啥的，但是吧只看上半身的话咱们就是一整个男高，对吧？男白衬衫好看吧。晚上好呀，杭州下大雨，我们这还没下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今天妆不错哦，我跟你们说我的这个到了，我的这个之前不是买小了一号嘛，然后我的这个什么银钥匙的手串买了大了一号就很好看，就很舒服，很好看。我把头发别起来。广州不下雨了，广州是之前在下雨。你们说是就是披着头发好看还是扎着头发好看？我感觉扎着头发好看。单推和抽奖真的吗？哎呀什么都倒了。谢谢义气的荧光棒，谢谢你荧光棒。披着哦，你选披着吗？都好看。哎呦我的妈呀，来吧家人们，看看我们的抽奖吧。咱们这个抽奖非常这个公正，因为它是微信弄的，我就是我比那些游戏要公正多了。多少披着？那披着吧，那披着吧。开始了，说一声，咱们等待第一个有缘人来哦。咱们这个真的不心动吗？咱们这个 vlog， 我就是虽然说我不是特别喜欢拍 vlog， 但是我觉得剪视频的过程很治愈。哦呦，开始喽！谢谢。冬天的尾声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马卡龙，谢谢。OK， 下面开始。等我找一下我这个，我头上那个是油烟机。等一下，等我打开我的微信，点开我的文件传输助手，然后把其他的东西给刷上去。OK。给你们看啊，这个画面，我的表情包，哎，好多好多，这个啊，这个是那个骰子对吧？点开了，是什么？这能点开了吗？我去，真假的？真假的？黑幕吧？不是黑幕吧？啊啊！我是不是就是还没睡醒，家人们？看说很多成语什么，真的吗？没有吧，很多是猫猫狗狗。看夹是吧？行，我记个十。啊！怎么睡呀？已经发来给你还是现在？现在来个先夹一下吧，不要期待，真讨厌你们。啊！都补妆啊！这个音乐好奇怪呀、啊！什么夹子？哎，我能不能不露脸啊？我觉得好羞耻啊！撒个气哦，晚上好。各位，这样是不是能看到我后面的东西、啊？真讨厌这个眼镜反光。各位哥哥姐姐晚上好。哦，谢谢
一草一云的，每个花谢谢你的，每个花谢谢。大家晚上好，谢谢，谢谢逍遥的荧光棒，谢谢你的荧光棒 ，Oh my god！ 谢谢二号嫖哥的三个荧光棒，谢谢你的荧光棒，谢谢，谢谢从来不单飞的高级马卡龙，谢谢，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咱们来抽奖吧，等一下，谢谢，救命！啊！谢谢素一条的，谢谢素一条的秋天的奶茶，我把这写完了。谢谢素一条的秋天的奶茶，谢谢潜水艇的巧克力，谢谢巧克力，谢谢大河马的荧光棒，谢谢你的荧光棒，谢谢烤玉米的荧光棒，烤玉米你怎么来了？怎么来也不说一声 ？OK， 哦，讲。刚睡醒，有点困倦。咱们就是说，刚刚好像直播卡了一下，来吧。咱们来这个，给这个单推来，别停，就是一分钟的，一分钟的加醉。到你抽了，到你抽了，抽那个。等一下，给你们看，这是刚刚的那个，刚刚那个六，对不对？我再点开来找，找最下面，点一下，哎，震惊的事情出现了，他刚接个电话，不是刚接个电话，是五，五是什么？五是什么？哦，哥哥好惨啊！嗯，哥哥好惨啊，哥哥，卡了，重来。哥哥好惨，哥哥怎么抽到这个呀？哥哥，谢谢谢谢羊驼驼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哥哥荧光海在哪里呀？哥哥，哥哥不会不给吧？哦呦，谢谢。大河马的高级马卡龙，谢谢高级马卡龙，谢谢。太好玩了！等一下，我看看他那个人呢？人消失了呢？哥哥不会消失了吧？哥哥不会卡了一下退出直播间了吧？咱们先来弄那个，弄那个羊驼驼的这个。哥哥去充钱啊！哥哥怎么去充钱了？哥哥好可怜，真的好惨，说实话。来吧，羊驼驼的这个，看好，这是刚才的两个，对吧？刚才两个，然后这个是这个骰子。哎，点一下，当当当当啊！我请问呢？不是，我请问呢，黑幕吧，我的骰子是不是有黑幕啊？啊啊，不是啊，不如真骰子，我也觉得，但是我这没有真骰子。行，真给我。开始了，各位什么呢？各位老公老婆，哦，谢谢冬天的尾声的是啥呀？谢谢冬天的尾声的奶茶，谢谢你奶茶，谢谢零糖烤玉米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谢谢。谢谢，我看看，谢谢大河马的荧光棒，谢谢你的荧光棒，怎么给我送绿队的荧光棒呀，大河马？谢谢大家礼物哦，谢谢潜水艇的两个荧光棒，谢谢你的两个荧光棒，谢谢。
抽，他们抽到夹子音了。谢谢眼狗的荧光棒，谢谢你的荧光棒，谢谢，谢谢大家。哎，这太快了，家人们，没够呢，真的是，不是没加够呢？我说没加够呢，我请问呢？一分钟这么快的吗？我没想到，早知道我剩五分钟了，我可以多加一会儿。嗯，那不行，我眼镜已经卸下来了，咱们这个。但是的这个夹子呢，不是这个夹子，眼镜呢封印我们这个夹子属性。啊，这里上头家们，咱们继续那个什么，刚刚是谁我看看，刚刚是羊驼驼对不对，然后我找找，然后是哎是大河马对吧，大河马之后是烤玉米对吧，来吧大河马，希望你也抽个夹子，我天哪，有请下一位，不会，下一位绝对不是夹子，我跟你说，下一位要是夹子，我直接给你夹满，夹满三分钟，夹满三分钟，不可能夹子，我话就撂这儿了，没开玩笑，没开玩笑，概率不是这样玩的，还是我的微信啊。然后这是刚刚的那三个，然后这个头子，这个骰子在这儿，等一下，看看，哦。哥哥，你的荧光海呢？哥哥不会不送吧？哥哥 ，take a photo， 上头了，家人们！谢谢大河马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大河马的荧光海，谢谢你的荧光海，谢谢。玩起，家人们，而且有点上头，不信抽不到，我笑晕。OK， 然后刚刚是烤玉米，烤玉米之后给大河马，大河马给你个就是缓冲一下你这个发热的头脑。玩起，看好你，这超级看好你。来吧，接下来是烤玉米的这个抽奖。看，刚刚是四个对吧？然后。这个骰子在这儿，怎么一点，哎，啪的一下，很快要出现了，是什么呢？不可能是，哎，是一，一是什么？一是 vlog， 哎呀妈 ，OK， 我玩起，我给它记下来了，一是 vlog， 咱们就是说有个 vlog 了，想要什么类型的 vlog？ 你们想看什么类型的 vlog？ 给你们录一个，我想要给你们录一个就是小偶像的一周。或者像现在一天，像什么马丁的早晨这样的感觉，期待了。哎，我到时候就是弄完之后发 B 站，好吧？我现在开始录素材，等我什么时候弄好了，我通知大家。我记下来，我的笔呢在这里。看，写下来 vlog，OK。可以，你运气挺好的，这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工作量最大的一个选项，比夹子音还难讲的。谢谢单推的荧光海，谢谢哥哥的荧光海，谢谢。哥哥回来了，哥哥充完钱回来了。哥哥，我跟你说，刚刚他们抽到了，刚刚大河马和你一样抽到了这个五，然后烤玉米抽到了一个一，是我 log。你都把直播关了，没事，咱们可以接着就是再看看嘛。毛怎么翘起来了？来吧，大河马，你去喊他回来的。没事，咱们就是这个抽奖，这个很飞球是很正常的。哎呀，谢谢圆圆啊，谢谢圆圆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等一下，我这边出事故了。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来吧，咱们大河马哦，大河马对吧？大河马第二次，大河马，看哈，这是刚才那个一对吧？然后这个，等一下，叔叔母噜，哎，四是什么？四是什么呀？四是给你表演魔术，
好，家人们，等我拿出我的 BGM 啊。不是，这个真跟我没有关系，这是运气问题。等我找个魔术的 BGM 哈。哎，没有这种 BGM 吗？找个刘谦老师魔术背景音乐。等着啊，等我准备一下啊。大家看好了，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棒子。家人们，我没有其他魔术可以表演。因为我以前学过，也不学过，就是自己买过一个魔术大礼盒，抛过100多块钱，所以就当时一个还是学生的我来说非常的昂贵。然后后来那个东西在我家里面烂掉了。大河马，请欣赏。等一下，我怎么找不到那个什么奇怪的 BGM， 找不到 BGM 的点。他什么时候音乐到那高潮部分？这样让我很尴尬，我一直在这个忽悠。什么红布？没有红布，开玩笑，没有红布，你看错了。看看，哪有红布？是吧？会。好，我感觉音乐要到了。无语了，家伙。下一个，换个音乐。嘟嘟嘟嘟，哎，我让给你来点配乐吧。串曲了，家人们。那个什么，大河马先生，这个周同主播在这里祝您身体健康，那个恭喜发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个天天开心，那个什么长寿百年，天天赚钱。哎耶，好，鼓掌。这样的，这个魔术显得很尴尬。听懂，掌声。OK， 咱们来下一个吧。这个音乐实在是不行啊，这个音乐实在是不行，我要决定换一个。OK， 下一回又要到夹子了。你们这么想夹，下一个是谁来着？我想想，下一个是我看看。CL 的一个是圆圆，对吧？应该没有漏的了吧？有漏的记得跟我说啊。下一个是圆圆来，打开我这个神奇的微信啊，打开我这个很奇妙的微信，还有18格电的 iPad， 看好。哎，这是刚刚的魔术，刚刚的魔术，家人们。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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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噔噔，棒棒棒！
恭喜恭喜圆圆喜提一个我啦，恭喜家人们，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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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财啊，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我说的我都要流泪了没想到出了这么多音，能不能出到点其他的，谢谢谢谢小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谢谢我恭喜恭喜呀，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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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好 vlog 我成二了，我画正字吧，我真怕我一下攒十八个 vlog， 来吧小鲁，我觉得又欠债了，我在想第二个 vlog 该怎么拍，咱们可以等会儿浅浅的上就是讨论一下，就直播结束到时候一堆 vlog， 不如夹子英的这样的。我是说为什么我如此偏爱夹子音，因为它是一个很容易完成的事情，而且我就是可以没脸没皮的这样子给他说出来，一个 vlog 凑时长可以，我到时候再看吧，到时候看就是要做什么主题 vlog， 也可以就比如说做开箱视频呀、啊、什么感想啊之类都可以做，而且我好像还有出道之前的一些视频，就是我来上海的时候那些视频，我当时想着万一我以后要做 vlog， 我就说我把这东西剪进去了，你错过了什么，你错过了太多了，你错过了好多夹子音，好多荧光海，还有一个精美绝伦的魔术，还有两个 vlog， 哦但是 vlog 还没拍呢，对 Q&A 还没做过呢， Q&A 可以做一个， Q&A 你们可以就是我什么时候打算做这个，我到时候我找你们征集问题，你们可以就是私信微博发个，但我现在还没有微博，怎么样给我策划一下，到时候我审核。好啊，我可审视了，这样的。来吧，接下来是小鲁。看啊，这是刚才那个 vlog， 这刚才那个 vlog。往下滑，骰子。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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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什么？三是什么？三是指定视频翻牌、唱歌或者跳舞或者造型。呜。说到这个，咱们就是说一整个非常的新鲜，非常的新奇，有想看的吗？第一个三，怎么说呢？这其实是一个惩罚，罚你给我发个翻牌。这个就是你，比如说想看我，就想听我唱什么歌啊，或者是跳什么样的舞。比如说，如果想看我跳什么舞的话，咱们就是可以浅学一下。羡慕三。夹子音也很好啊，不是夹子音怎么了，夹子音可以就是千古留存，你可以做成切片，每天晚上就是放在那个什么睡前听，做你的助眠声音。荧光海也很好啊，荧光海就是照耀大家非常的灿烂，对吧，也不用羡慕三的大家。三可以双马尾，可以，咱们玩起 ，yes， 没有不好的，有不好，没有，我们这个是个抽奖，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好玩儿，对。想看辣妹妆，辣妹妆可以，我有辣妹妆来着，之前有粉丝送，谢谢四七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谢谢。来吧，四七 action， 哎，是对吧？下一个是四七对吧？我来看看，我老是忘记我这个记性。对对对对对，我看看 vlog 是两个对吧？然后小鲁有一个视频翻牌，然后你想什么样的都可以跟我说。看看写下来，视频翻牌 ，OK。幸好你有个定制，确实。说到双马尾，你就不困了。你也想看双马尾吗？哥哥再来一次吧。哥哥不会运气那么差吧，你已经抽到了两次这个非常那个的，虽然我们这个没有保底，但是你看看大家之前抽到的是什么，6561413，说明什么，说明六的概率非常的大，六和一的概率非常的大。坚持就是胜利，来吧，咱们先来再玩几局啊！是哪个？是四七对吧？四七，让我们看看，这是刚才那个什么来着？刚那个视频翻牌，然后这是那个
这个骰子，点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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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二，二是什么呢？家人们，咱们请看一下，二是一个点歌。家人们，咱们可以开始，就是突然可以动用这个美丽的歌喉了，咱们可以当一只百灵鸟了，咱们准备好了，努力的人总会成功的，来吧。谢谢杨泽泽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谢谢，谢谢。点听还是点唱？点唱，点听也太亏了，家人们，我们没有这么亏的，我们童叟无欺啊，童叟无欺。来吧，你就是，但是你如果点唱的话，就是可能得找我会的歌，就是唱合曲，《初眠》会，《初眠》直接唱。等一下，刚刚喊的嗓子给劈了。我找一下音源啊，我们找哪里的音源？杨驼驼，稍等啊，咱们唱完这首歌。就带 call 什么的。哦，不对，我记得网易云有一个版本来着，我想要带词儿的。初眠。这个。啊，这是我夹金，不可以戴上它。夹金专属眼镜，不要这个夹子。当你发入月色的美，却感如芒在背。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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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梦境也被冲黑，会呼吸的傀儡。真的也劈了，家人们。钟马来回，这琴声里是销毁，你的琴声细碎，想张开嘴呼唤谁？内心已被套路惭愧，说的谎是一记重罪。你接下这说句话太过尖锐，不是，这有点皮。自以为占据了躯壳，就犹如人结尾，趁着灵魂正在沉睡，不留防备，别后退，大胆的扎起花蕊，直到月色枯萎。我这好皮，等一下，皮都得让人无语了。思琪，你急着走吗？要是不急着走的话，我吃个润喉糖。我真的无语了，我这个嗓子，好听吗？下雪如今在我的陷阱啊啊，悲伤苦命环境，但明明是自己挖的陷阱，快去听吧，试试再挣扎，用过了咒语才能助你的心啊，一次之下七个之下啊，是真是假，钟摆来回，我今生一直销毁，你的精神细碎，想张开嘴呼唤谁，内心已被套路惭愧，说的谎是一记重罪，你接下去说实话太过尖锐，生命建造了世界里，哪有谁愿卑微？自以为占据了躯壳，就犹如人结尾。趁着灵魂尚在沉睡，不留防备，别后退，大胆的摘取花蕊，直到月色枯萎。家人们，这个嗓子真的劈得太严重了，可还太兴奋了，刚刚真的太兴奋了。rap， 哎呦 ，rap 太烂了。看着陌生的自己停留在过去的记忆，眼前只剩一团神秘啊！就放弃苏醒吧，啊，就接受失恋吧。看错词了。生命建造的时间里，哪有谁愿卑微？自以为占据了躯壳，就犹如人结尾。趁着灵魂正在沉睡，不留防备，别后退，大胆的摘取花蕊，直到月色枯萎。
想让谁来解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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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耶！春跳就像挽留，现实太过荒谬。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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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小宝宝，这首歌单曲循环吧。谢谢圆圆的荧光棒，谢谢荧光棒，谢谢四七的荧光棒。把这首歌单曲循环一下吧，等我什么时候嗓子 OK 了，咱们再来一下。OK， 天哪！谢谢，哎呦，谢谢圆圆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谢谢。等我吃个糖来给你抽个奖二，注意嗓子，感觉真的不太好。不，我只是刚太激动讲的，咱们就是刚夹猛的，夹的也下不来了。什么叫野？什么叫野？野变通是指？你也想二？二什么来着？二点歌，你想二？祝你好运，咱们就是一整个许愿了。看看这个骰子能不能连抽两三二吧，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对，吃完融合糖还能继续来，因为上次娜姐直播的时候，她不是就是因为太兴奋，给别人庆祝生日，然后夸夸夸的喊，然后呢，她直播的时候唱歌唱不了了，然后我说娜姐，刚好你生日，我给你送个润喉糖，那吃完之后就是就 OK 了，嗓子就 OK 了，然后越唱越嗨，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看啊，这是刚刚那个二，你看。听吧，谁参加我中你的心啊，是三啊，错失了，没有那个了，好可怜啊。但是三也不错，你可以翻牌让我给你唱歌。谁被心一套惭愧，羡慕三，恭喜恭喜恭喜你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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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呀！怎么没有人抽到这夹子音了？真可惜。结尾像这离合正在沉睡，不能放飞，别后退，大胆的这句话越知道越色枯萎。别羡慕三，哎呀，你可怜死了，你可怜死了。这样子，你等他们把那个什么都抽完了，你可以再来一次。我觉得这个最后的那个运气还是不错的。夹子是大奖，确实。晚上好哦，辣了你哦，真的吗？すみません，不好意思，对，确实辣了你，不好意思，咱们就是说一个对不起，咱们现在给您补上。然后这个三的话，这个是谁来着？圆圆就是你好好，就是你可以想一下，然后到时候翻牌跟我讲。来吧，咱们就是咱们给羊驼都补上，咱们怎么能老是忘了？咱们真的太过分了，咱们就是一整个就是因为看那个什么，因为这个唱歌给咱们唱嗨了，咱们唱嗨了之后，咱们就把你给忘了，这个是非常不对的一个行为。开始了，看啊，这是刚才那个三对吧？我发现这个屏幕能反光我的脸，你看到吗？怎么这样，把我的肉都反出来了，讨厌。看好啊，这是刚才那个三，这是那个骰子，啪的点一下，哎，很快呀，咱们这个夹定就要出来了。哎呀，是五，哥哥好惨，哥哥，哎呀，哥哥玩起，谢谢羊驼驼的荧光海，谢谢荧光海，谢谢。哥哥别难过，咱们就是说刚抽完一个五，马上这个五奖池要没有了，咱们现在抽的话这个五的概率就非常小，懂我意思吧？懂吧大家？谢谢哥哥的荧光海，谢谢四七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马卡不是，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谢谢。来吧，黑幕，为什么黑幕？来个五，你要来个五，还有这种事，满足你。这是刚才那个五，啊，这刚才那个五，这是我们的这个骰子，点一下，是不是五？是不是五？是不是五？是一，不喜欢一这样的，怎么这样啊？
OK， 现在你也拥有一个 vlog 了，咱们就是说恭喜恭喜恭喜。你们想不想那种唱歌 vlog？ 对，唱歌 vlog， 练舞 vlog， 不对， vlog 应该就是这些都夹在里面。我喜欢零三个 vlog， 家人们，我这 vlog 哇哇，真的有点头大，但是没有关系，咱们玩的非常开心啊，毕竟这个 vlog 就是一整个记录生活。谢谢雕龙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马卡龙，谢谢。来吧，什么叫我喜欢零？瞎说。紧急感告，不，我们玩起，我就看看，我倒要看看今天这个 vlog 能攒到几，能攒到一个正字吗？你也要来个五，满足你。看看哦，这是刚刚的一，哎，啊，没有，这是刚刚的一，然后点开，点这个骰子。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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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三，哦，三是什么？三是指定视频翻牌哦，刚好，咱们不是说很久没有翻视频翻牌了，哦，但是没有五真的好可惜啊，是不是大家？为什么就你没有三？没事啊，你有定制，你有定制，你可以，或者你可以再来一个，这个怎么这么多三啊？为什么你没有三？不是，你再来一个绝对不会抽到了，真的，你再来一个绝对不会抽到。谢谢四七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上头了，你也要来个那个什么？你要来三是吧？好，你要来三，我这有点怕你抽到五了，说实话。来到三，咱们就是三来三来三从四面八方来，怎么感觉怪怪的？希望咱们这个事情能抽到三啊，来吧。看好，这是刚才那个三，点一下。哦，十四，哦，不是三，哦，十四，不是三。四是什么？四是魔术。好的，晚安，晚安。谁把五抽了，你再抽。好。哎呀。不好搞笑，还有新的魔术吗？没有了怎么办？没有了怎么办？我想没有了怎么办？你们是想再看一遍这个魔术呢，还是想就是给你们来段卡底呢？你们选吧，来个魔术或者是玩卡底，可以假装没看过。不，我真的只会一个。我本来是这个魔术打算就是之后卸礼物的时候用的。但是吧，没想到这么多人抽到这个魔术。哎，你说这不是巧了吗？无聊宝贝，来吧，你是想要这个魔术呢，还是想要这个卡布迪？可以卡布迪吹这个出面，只要他不会败坏你心中对他这个美好愿景。呜，卡布迪好。可以用别的魔术出场方式，别的魔术出场方式，我之后再看。卡普吉是吧？要卡普吉吹这个是吧 ？OK， 满足你。咱们就是一整个卡普吉爱好者联盟，就是聚集在一起了。要吹这首歌吗？来，嗓子劈了，先放开头。五连抽送一抽，我不是原神哥们儿，但是我其实在想这个事情，我其实在想，
好奇你们还能听到就是这个音乐的声音吗？还是说全是卡比？我有点听不见音乐声了。不觉得很好听吗？我的副歌可是用尽了我就是多年的学乐器的这个经验去吹的。不太大，能听到比这样，能听到。我挑稍调大一点。眼睛和嘴巴都是挺好听的。把这花拿出来，但是被卡住了，很尴尬。确实，我是就是有这卡比天赋这样。咱就是经过这个直播啊，这个磨练，咱们之后直接去那个什么考级。真的听不见了。OK, enough, 他已经进入一个尾奏了。第二名方可以了。我就有点扰民了。好想跳出眠啊。生命间。生命建造的世界里，那一些原本不是意外，占据了许多的犹如一切，趁着离开时代。好了，可以了，嘿嘿，下一首歌吧。OK, 靠去穿腿。是的，我有点怕去扰民了，咱们先停一会儿。下一个是谁来？刚刚还有吗？我看看，刚就是到四期对吧？应该有漏的吧？有漏的直接跟我说啊。所以有五抽送一抽吗？六抽送一抽怎么样？六大顺。因为你们不可能就是不太可能，你们六就比如说你抽六次，然后隔音不好，隔音其实还好，我主要是怕这个我这卡机这个声音太大，咱们这个丹田发力太大了。就是可能会让这个声音传到隔壁，其实隔音还好了。接我去学吹，这是什么？软云六抽送一个没吃到的结果，送个五。如果送到五的话，那就算了吧。送的话就不让你那么惨了，怎么样？六抽送一抽，抽到的那抽，我想想啊，这样吧，六抽送一抽，如果你之前抽到过五，那你就这个五就免掉，你就再抽一次。如果你之前没有抽到五，那你还是得抽这个五。咱们就主打是个神龙。你以为五那么好得吗？你以为五是你想不要就可以不要的吗？熏啊，送的自选好，送的自选啊，送的自选也可以，但是大家可以不要选 vlog, 我们求求了，我已经三个 vlog 就都要崩溃了。已经抽了就算吗？已经抽了算呀。你说什么？你说就是那个计数从现在开始吗？还是什么？今天这个夺五大奖赛还好吧？大家不都说要来五吗？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抽到五比你抽到其他的要更概率更小一点，说明你的运气要更加的神奇，更加的这个 amazing。Yes, 你们心里都没有这个六了。
累计五个送一个，累计六个送一个，累计六个送一个，然后送的那个你就自选吧，怎么样？对，六个送一个，然后送的那个自选，你也可以选择五了，怎么样？哎呀，我两个快笑死了！抽到五送皇冠，他们就是一整个退出直播间，然后我直播间寥寥无几。黑心吗？没有吧，哥哥们，没有吧，哥哥们，这东西怎么会黑心呢？主播怎么会是黑心主播呢？主播刚刚还给你们夹金夹的好听，哥哥们不会不想玩了吧？哥哥们不会怕了吧？还有好多奖励没有抽到呢。真的就止步于此了吗？真的就是没有那种翻盘的气势了吗？劫退群被伤惨了是吧？就是大家出坑原因又多了一层，又多了一个。刚才没注意听，就是咱们就是讲到这个六抽送一抽。八什么时候开始卖洗发水？我也想知道，我卖洗发水，我要怎么卖？我怎么卖？我要卖洗发水。我说，哥哥姐姐们，求求你们了，买点洗发水吧 ，please。我这样子，能不能讨价还价？你们现在都抽了多少个？你们现在都有几抽了？你们告诉我，我看看呢。你们现在都有几抽了？谢谢雕龙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马卡龙，假主播，谢谢你的马卡龙，谢谢，耶，波波。你好 ，Hello， 两抽，我看贡献宝，我看看，四七是不是三抽了？大河马是两抽，羊驼也两抽，圆圆也两抽，雕龙也两抽，然后其他都是一抽。那确实，那五抽是不是太多了？你们看呢？你们觉得多少合适呢？这个音乐好奇怪呀！咱们来这个抽奖啊！咱们来抽奖，咱们来，为什么会有草稿？咱们这个来到雕龙这边来，三抽什么三抽？五抽感觉哥哥们喜欢你，不是你都对啊？你都抽到五抽了，你都这个不那个？咱们原来是六抽来着，怎么样？主要是你那个什么，你五抽你可以送一个，相当于你六抽，就是你花五就什么说呢，花五抽的钱你可以抽六个，第六个还可以自选，多好！我怎么感觉我头发卷了卷就变那个了？咱们来弄这个雕龙的这个雕龙的抽奖，然后先换个音乐，这个音乐太奇怪了。来看看这个。刚刚是这个四什么来着？我看看四什么啊？刚刚是那个魔术，奇幻的魔术，咱们用这卡普迪代替了，因为魔术大家已经看过一次了。看看，再来一个，束手魔撸，束手魔撸，束手魔撸，又是四啊！我也想把这个四删掉了，家人们，我想把这个魔术删掉了，可以换一个。我想换成什么好呢？我在思考。我看看我之前的计划本子里面啊，哎呀，抽到四自动变成五，真假的？原来你有这种想法。查水表。哎，你们想查水表吗？那你们水表我都查差不多了，对你们有点了如指掌，就是说，这样吧，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那个如果抽到四就吓晕，吓晕是什么意思？我请问的，你这么一说，我就很想查你水表了。
抽到四的话，我们再来一次吧，就是当做那个，就是那个 again， 怎么样？我来改公告啊。哎，这不想查水表，查你们查水表，今天查的烦心，糟心。这样吧，我们改成这个四，然后再来一次。你第二轮要再来一次吗？还是说你想看一下那个魔术？不知道你刚有没有看到那个精彩绝伦的魔术？查谁的水表让我糟心？查很多人。大家everybody，因为每次查水表就是给我查出了很多惊喜。你的水表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查的了，再来一次，好，来吧。你都没啥查了，社交平台过于无聊。对，但是对，而且我知道你要那个什么。谢谢花开的荧光棒，谢谢你荧光棒。我说你们有能不能有人抽到六？我都就是 boring， 太 boring 了。来吧，再来一次吧。刚刚那个抽到四的。看看，就是刚才那个四，能不能把四这个删掉啊？讨厌！看，当当，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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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十二，是谁十二？谁十二？吊龙抽到了二，二是什么？我看看，二是点歌一首，来吧，谢谢素一的荧光棒，谢谢你荧光棒哦。唱歌来吧，你也想要六，我也想要六，你们能不能抽到点六？你们给点力呀，家人们！点歌一首来吧，有什么想点的？查歌单去了，好。那你现在抽好，谢谢四七的高级玛卡。不好意思，刚刚截屏一下子给我截按掉了，我再截一次，就是那个苹果截屏，你要一边按那个音量键，一边按这个开关键，给我按直接按关掉。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几周送一抽？五周送一抽。五抽送一抽，然后送那抽你可以自选。抽上瘾了，跟抽盲盒一样是吧？这音乐太 emo 了，我说等一下，等我改个这个。喜欢这种。我今天截屏会口袋就这样，绝对不会，不会的，我清楚大家的，大家还是就是还没有到那个能力。我天哪，怎么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谢谢。谢谢啊啊啊！谢谢，等一下我看看啊。谢谢圆圆的，我是这要怎么谢呢 ？T34天鹅 ，OK， 等我截屏。谢谢圆圆的 ，Let me see 的一个、两个、三个。的三个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三个高级马卡龙，谢谢。那你是直接五抽送一抽了，咱们都会给你抽三个，然后你再自选一个。谢谢大河马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高级马卡龙，谢谢。虽然没有人就抽到这个五，但是你还是选择了来抽一下，不错。T34的天鹅 ，OK。那咱们先把那个，先把，我想想吧。咱们先把四七的这个抽了，然后我们来唱这个天鹅怎么样？来吧，四七的这个，你来个武艺生鲜是？好，谢谢你为这个我们河马的这个心情着想。看看，这是刚才那个二，然后这二是那个天鹅对吧？然后这是那个抽奖，小小的微信抽奖。四啊，再来一次，我真无语了。再来一次，怎么哎？怎么回事？我不仅点到四，我还点了个手脚布。咱们再来一次，
这个四十条不给我点到了，再来一次啊，抽到四十再来一次，这是什么呢？这是四，我请问呢，我这里我说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微信的这个是这个什么这个骰子有点问题，为啥你叫四七，就是你这辈子一定要抽到七个四你才能就是结束坠轮的因果轮回，我懂。再来一次，我真服了。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看这边，嘟嘟，不能是四了吧，三，呜，三十，呜，恭喜，呜，听懂掌声，我看看三是什么，我忘了，三是指定视频翻牌，你不想抽到三对不对，咱们这个运气不是来了，咱们就说非常的开心对吧，可以，四七的一个视频翻牌，刚好有个视频翻牌是谁来着，是哎是小鲁是吧，还是谁，不记得，没事，反正到时候大家会记得给我发的，此生无憾，有人抽到 vlog 有，我现在有三个 vlog 是你的对吧， OK 给你写上四七小鲁，然后我们来唱天鹅吧，咱们给这个精彩的抽奖浅浅的中场休息一下，然后是我们圆圆的三个三加一的抽奖，加上大河马的一个，看看我们三分 senses。早知道我刚不喊那么激动了，我一唱歌我嗓子就劈。对，我最怕就抽到一了，抽到七二其实还好。怎么前奏这么长了，给我酝酿都酝酿没了，为什么我头有点秃，讨厌，我昨天又都卡不上那个开头的拍了，沉默在人群之中，不变是我的初衷，等待着照亮我的梦，夜深人静听见你的脉搏，等待的这边节奏不知道什么节奏，都颤抖我的付出，会有多少人能被动，为是谁在等候我的梦，我的梦可惜你被失去着，我们一次变得成长，舍不得伤痛主流寒冷将我冰封，天窗的空却望出绽放温柔，谢谢雕龙的荧光棒，谢谢四七的荧光棒，哎呀，还在吹，再卑微也无所谓，而我继续往前飞 ，flying， 曾经流过的汗水，比眼泪还要珍贵，无限释放我的美 ，flying。哎呀，我的妈，我这嗓子。想抽一把，你看这152记得陷入深深的沉思，那怎么办，宝宝？等一下，这首歌我记得我上次看的时候是看到别人的舞台，亮了轮廓，退缩，控制吗？rap， 彩虹降临在我的手中，丑小鸭也翱翔天空，
许我梦还在追，再卑微也无所谓，而我继续往前飞。Fly it, fly it, fly it， 曾经流过的汗水比眼泪还要珍贵，我继续放我的美。Fly it, fly it, fly it，不变是我的初衷，等待着照亮我的梦。穿过乌云的彩虹，降临在我的手中，小小鸭也翱翔天空。好听，但是那个 rap 我好想学，那 rap 好想学，加上没了。这首歌有四分钟，但是我感觉我就是唱了几段主副歌，太难过了。我这首歌，我哎，这首歌我要单曲循环一会儿，好听就好。哎呀，这东西，先这样吧。嘟嘟。来吧，咱们就是配这个音乐啊。咱们等一下，我先给我这个充电线，不是这个，这是充电宝，充个电。然后我怕等会手机没电了。来吧，咱们来这个，来吧，咱们来三连抽了。你是想就是一下一下来呢，还是想一下子抽三个，然后直接看结果呢？圆圆同学，你下的对，是你了，你了，到你了。你想要就是三个直接一起抽，还是要分开来抽？直接三连。好，这样我们暗示三连了，到时候我 vlog 发出来记得三连。看好，我等一下，看好，这是刚才的那个，哎，最上面那个是三对吧？我们刚才抽到的最上面这个是三，然后现在我们来抽三下，一二三，一个六，一个二，一个六，啊？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自选的。对，所以抽你要自选还是你要那个，你要那个呢？还是说你想体验一下这个抽的？嗯，加两分钟，加两分，抽好，再抽一个。三加一抽最后一抽，不能再给我加金了。来吧，看看是什么。哦，十四，是再来一次，哎，再来一次，好家人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的这个送的抽奖，咱们先看一下咱们是什么，咱们是三，哦，看一下，就是现在一共是，他不是抽了四个嘛。然后这个四是一个这个再来一次的，现在是有两个六，一个二，还有一个三。咱们统计一下，就是说两分钟的夹子音加上一首点歌，再加上一个指定视频翻牌。OK， 我给你记下来了。好，你看啊，圆 OK。CPU 烧了 ，CPU 烧啥 ？CPU 有好啥烧？有啥好烧？有啥好烧的？我这个嘴巴，咱们就是说，先夹子，等我喝口水，喝口我们的雪碧，怎么这么绿啊？绿的有点像个青草一样。
记大概两分钟啊，看看。大家晚上好，这个我是周小佳，周小佳又出现了，不知道刚刚和大家聊天特别开心吗？给我 B 站放大声点吧，好尴尬呀。家人们，咱们现在要来抽吗？等一下，我有点看不清你们说的字了，等一下。面具下是更美的面具，谢谢尾声哥哥的荧光棒，谢谢你的荧光棒哦，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思琪的荧光棒，谢谢思琪哥哥的荧光棒，谢谢，恭喜我们的圆圆就是抽到了藏住两分钟的夹子音，周小佳终于可以重出江湖啦！好久没有见到你们了，好想念呀！下一个大冒险哦，真让人害怕！谢谢圆圆哥哥的荧光棒，谢谢哥哥的荧光棒，谢谢！我总感觉我有点夹不上去了，救命！谢谢素一哥哥的两个荧光棒，谢谢你的两个荧光棒，谢谢尾声哥哥的荧光棒，谢谢你的荧光棒，谢谢哥哥荧光棒，谢谢你是拉的荧光棒，谢谢拉哥哥的，谢谢拉拉哥哥的荧光棒，谢谢你的荧光棒，谢谢小鲁哥哥的荧光棒，谢谢小鲁哥哥。等一下，给我切完，谢谢雕龙哥哥的荧光棒，谢谢雕龙哥哥，谢谢四七哥哥的荧光棒，谢谢四七哥哥。为什么不是姐姐？可以是姐姐。谢谢小鲁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小鲁姐姐，谢谢圆圆姐姐的荧光棒。你们下次送的时候备注一下，开玩笑的。谢谢各位哥哥姐姐的礼物，周小佳要遗憾离场了，大家以后有缘再见喽。respect 家人们，家人们回来了，家人们想念我吗？我是主播周同月。你也可是姐姐。我别回来了，没爱了，我看出来了。但是其实我也很喜欢周小佳，周小佳真的很可爱。但是可惜就是我们周小佳就是这个使用时间不能太长，不然我的嗓子要劈了。这什么什么就是哎，你们知道那个抖音评论吗？就是。什么什么的什么是周同学，什么什么是周同学，然后我们爱的女神叫周小佳。原将点歌，你要点歌吗？就是你可以想一下点什么，然后在切片可以循环播放，别想要点什么歌，然后如果你要想一会儿的话，我就先给大河马来抽了，你拆歌单。好嘞。大河马在吗？大河马在吗？我的喇叭呢？大河马在吗？大河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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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在这儿呢。呼叫成功，大河马开始抽奖，大河马，大河马开始抽奖，大河马，大河马开始抽奖。大河马开始抽奖，大河马。点看看这刚刚的那个最后的那个三对吧，然后点开我们的这个表情包了，这个揣在这儿，点一下，嘟嘟嘟噜，怎么又是六家人吧，周小佳又要回归了，周小佳有点不想上班了。
不是，大号码，你跟我说你想抽到哪个？你想抽到三，还是想抽到二？不想抽到六吗？想抽到三啊！想抽到三，可惜了，你要三，三是什么来着？我看看，三是指定是没办法，想看双马尾是吧？哎，可惜了，家人们，周小佳要回归了。周小佳，我先想一下给周小佳整什么活啊。OK，I know。你是不是有两个三？好像是的吧？是的吗？有两个三。三是你翻牌。哎，是有两个三吗？你记得就行，应该是两个三。你写个乘二啊。你之前抽到过一个对吧？是有两个。OK。我准备好了，家人们。Action。嗯嗯，啊！谢谢宁哥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哥哥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哥哥。怎么我一上线，怎么周小佳一上线，哥哥就给我送了个高级马卡龙呀？谢谢哥哥的礼物，谢谢。谢谢尾声的荧光棒，谢谢你的荧光棒，谢谢。谢谢四七的荧光棒，谢谢四七哥哥荧光棒，谢谢尾声哥哥的荧光棒，谢谢。谢谢小鲁，小鲁喊哥哥还是喊姐姐呢？谢谢小鲁哥哥的荧光棒，谢谢，谢谢，哎，谢谢逍遥哥哥的荧光棒，谢谢哥哥的荧光棒，谢谢。没想到周小佳这么受欢迎，周小佳一上线，大家就说会给我刷好多好多礼物哦。难道说我就是？未来顶流哦，不幸哦！谢谢四七哥哥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哥哥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四七哥哥，四七哥哥一定很喜欢周小佳吧？谢谢四七哥哥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姐姐，好的，谢谢小鲁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四七哥哥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大家给周小佳送出礼物，谢谢各位哥哥姐姐。这是什么表情呢？你们难道不喜欢周小佳吗？点首曼陀罗，好的，谢谢大河马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大河马哥哥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哥哥的马卡龙，谢谢哥哥的马卡龙，谢谢哦，谢谢大河马哥哥的两个马卡龙，谢谢哥哥的两个马卡龙，谢谢哥哥波波，谢谢哥哥。同样的波波给刚刚的圆圆哥哥，谢谢各位哥哥的马卡龙和礼物，谢谢哥哥们。哦，宁哥，别意外啊！等一下，我都快变成那个戏腔了。咱们就是说，要不下次这个夹子音咱们改成撒娇吧？就是每一句话都要求撒娇，怎么样？你们觉得怎么样？夹子音有点夹腻了，是不是可以送一个了？是的吧，我看看是四个五个，对，应该是可以送你的是吧，有记得的大家吗？这一分钟里，哎，这我试试没有弄啊，没有定时。那我们周小佳好像要到时间了，周小佳下次再见到大家的时候希望可以给大家撒娇哦，拜拜，再见，下播喽，拜拜。夹着擦胶，对，我觉得可以那个，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那个什么。你是不是也有送的一抽？你也有是吗？我看看你到哪，你们自己记得就是你们抽到多少个了，你要记着。看看现在大河马有两个大马，但会有二加一，大河马二加一抽，然后四七是一加一对吧？看看还有什么。还有云哥，对，云哥在前面，云哥有一抽 ，yes，
OK， 你先抽了再看要什么。谢谢狂气果汁兔的念一分，谢谢你念一分哦，谢谢，谢谢你的念一分。我不会这个也要喊哥哥吧？谢谢哥哥零点一分，谢谢，谢谢哥哥。大家都抽不到我了，我是什么来着？啊，确实，你怎么都没有人抽到我呢？咱们按照这个顺序，先是云哥，然后是四七，然后是大河马。你是女生，谢谢姐姐的零点一分，谢谢姐姐。这么爱这把夹，真的是别太爱。大河马先，他在你前面，大河马在你前面。啊，那就是先是云哥，然后大河马是四七，对吧？是这样的，我看看。Yes， 咱们先云哥抽，来吧，先云哥抽，云哥来抽一抽，云哥，看哈，咱们就是刚刚的这个六，这个夹子对吧？刚刚正好夹子夹子，然后呢，这个骰子在这儿，咱们啪的一下点下去，哎，咱们这个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咱们，黑幕。黑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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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晚夹太多次了。黑幕微信黑幕微信黑幕微信黑幕，攒着一起来，不就是要有不一样的夹子。喜提新称呼了，咱们就是对撒娇吧，我们这次可能就是带撒娇，就是这次我们这个夹子，因为我刚好把功课改一下，就是边这次的话，我们就边夹边撒娇，然后下次就是每一句话都要带，就是用撒娇的语气说出来，怎么样？只有你全是四，别人全是六，因为你是四七。我先改一下，我把这个 ID 改，不是把这个全部功课改一下。你是家长音，真的是夹子。OK， 那我就不需要戴墨镜了。一分钟启动，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为什么要小夹下播呀？不喜欢小夹吗？谢谢尾声哥哥的荧光棒，谢谢你的荧光棒，谢谢。怎么了，姐姐怎么了？姐姐不喜欢我吗？谢谢尾声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荧光棒，谢谢圆圆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荧光棒。谢谢谢谢雕龙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荧光棒，谢谢拉姐姐的荧光棒，谢谢拉拉姐姐荧光棒，谢谢谢谢小鲁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谢谢云哥的秋天奶茶，谢谢哥哥的奶茶，谢谢哥哥。等一下，等我卸完。谢谢逍遥姐姐的荧光棒，谢谢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四七哥哥的荧光棒，谢谢四七哥哥，谢谢四七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各位哥哥姐姐的荧光棒。啊，不是，人家就叫这名儿，跟我没有关系啊，跟我没关系啊。谢谢果汁兔姐姐零点一分，谢谢姐姐零点一分，谢谢姐姐，谢谢姐姐。你改个名儿吧，你这样让我喊，每次说你 ID 给我整的好像我是那个啥一样。对呀，你是那个吗？这位同学。OK， 下线了，家人们，这个满意吗？各位哥哥姐姐们。一大篮球啊！好，对吧？小周很可爱的。稍等一下，马上又要上线。对了，咱们周小夹暂时下线了。
唱还没唱歌呢，你刚点了一首什么歌来着？我看看，我找找。哎，找不到了，要不你曼陀罗 ，OK， 唱曼陀罗对吧？来了，金曲版，为什么一定是金曲版？金曲版是什么版？我看看，我看看网易云有没有这版本。金曲是谁唱的？在 QQ 音乐，哎呦，没有 QQ 音乐怎么办？先下一个，等我先下一个啊。Fire 他不会要 VIP 吧？我还没有 VIP 呢。哎，我有，我刚好有 QQ 音乐，点开了一下，刚好等他更新一下。今年进去曼陀罗 ，OK， 等我下载哦，很快，很快，非常快，98%了。谢谢大熊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大熊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咱们稍等，咱们这个前面抽奖还有大河马的二加一，还有四期的一加一，然后是我们大熊的。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刚刚来，反正你真错过很多。刚好在喊姐姐，姐姐可以说的吗？还在追，你开头就在了啊啊啊！外放是认真的吗？我现在弄我的 Q 音乐啊。Q 音乐打开来搜个曼陀罗。嘟嘟嘟嘟嘟，金曲版是哪个版的？啊，第九届的吗？是这个吗？哦，第九届年度金曲是吗？他为什么要我开 VIP 呀？我真服了，气死我了！谢谢乐迪的蹦迪，谢谢你的蹦迪，谢谢谢谢姐姐的蹦迪。B 站，还有哪里有啊 ？B 站 ，OK， 我上 B 站搜。真的是咱们就是非常这个，我觉得大河马我等不及了，大河马肯定等不及了，我说，看一下，进去。OK， 是没有词儿的，最后有词儿，现在有词儿，喝个冷吗？是这个吧？PV 是这个吗？还是什么？啊，后分分。OK， 正常的这音乐。对，前面是 PV， 现在是。不能知道的秘密，我不说谁知道。
凶手灵魂在何意都是主角一半炙热半冰冷你不可能逃闭上眼祷告微笑我不是那种苦闷无聊 classy girl 也不是那种只会打好能把你 diss me love 想哭就笑哭自就要闹绝不俗套撒出去半个味满脱落花开满凋谷我掌控着美我掌控着美面对我你只能说出心里的隐晦因为你早就不小心中了毒降临在这摇曳的孤独我不会给你解药别忘记了的歌我这个词儿是延迟的唱着甜的苦 I never saw me我等下次副歌，下段副歌唱。谢谢荧光棒，谢谢音乐人荧光棒，谢谢四七荧光棒，谢谢小鹿的荧光棒，谢谢。这是什么？在花海中尖叫为黑暗的势力倾倒我不会什么是不是力量弱小被嘲笑一直是无力的境地都是保护我的武器谁不是生来只能无人依靠满脱落花开满别说找一个会的了只能说出心里的隐晦因为你早就不小心中了毒降临在这摇曳的国度我不会给你解药别妄想得不到你该尝尝尝这甜的苦 I never stop 谢谢月圆的荧光棒谢谢哎天我讨厌这样的自己感觉就快要疯掉感觉变成了一个安利舞台的那个谁都可以变成一个安利舞台的一个直播间确实这舞台真的很漂亮咱们已经从一个开始唱歌的那个什么了变成了这个什么了来吧抽奖我放个音乐等我一下我下次有机会给你们唱全就是完整版的吧我下次有机会给你们唱完整版等我会了来吧下一个是下一个是河马是吧是河马吧河马我又要开始呼叫河马了大河马在吗大河马在不在来吧咱们点开这个微信下次有机会跳完整吧。我知道你害怕啥害怕啥我室友不在真的是。别老是就说不用担心这些。来看看这是刚刚的六刚刚的那个撒娇的夹子。撒娇的夹子天哪。超级叠 buff, 这是我们那个骰子。点一下。看看是什么是四哎四是什么来着是不是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家人们再来一次真的是再来一次是一哎呀要不给你换到三吧我真无语了你想不想换到四不对你有个你有二加一对不对咱们先给你记上个 vlog 我真我现在四个 vlog 我感觉我
弄到明年五号就是回不完。继续抽，来继续抽，看看，点开下一个，第二个抽，第二抽还。主播这边决定给你换一个，因为不仅是你还是主播，咱们就是都有点受不了这个。这样吧，你先选你要的那个是什么？你先选你要那个，就是不换了，不换了。那你要三，对你那个你二加一的那个一要的是那个三对吧？三是什么？视频翻牌。给你写上代码 ，OK。vlog 可以录成大冒险 ，vlog 录成大冒险。等一下，好，等你一下。vlog 录成大冒险是什么样的？攒了几个 vlog 了，再抽一次。如果是别的，就把前面一换成三，我想想，可以。如果是就是你再抽一次，然后如果是别的，就把前面一换成。如果还是一呢？如果还是一怎么办呢？这大冒险，我拍下来了，发出来就不就说哦，啊、哦，确实。再说，行，那你再抽一次。哎，这不是豆浆烩面吗？好久不见，也不算好久不见，我刚回过你的翻牌。再抽一次啊！主要这一咱们就是都有点受不了了。再来一个，看看是什么？十三五，好运气。一分钟也是 vlog， 二十分钟也是 vlog。你们好，那个 ，Hello， 晚上好，晚上好。那就不用换，那前面两个一你给他怎么弄？前面两个一，你要就弄这个一吗？但是因为你再抽了一次，我想想，等一下这是什么来着？就是你那个四是再抽一次，然后两抽到两个一，再加上一个三，就是说你要那两个 vlog， 再加上一个三，真的吗？反正我是无所谓的，我是 OK 的。你们指定大冒险拍成一分钟的 vlog， 哦，确实，对，那就改成这个 vlog 抽到明年，别这样，那就这样吧，就是你们可以指定那种大冒险，然后我把它就是拍的稍微长一点，拍成 vlog 怎么样？我看看啊，怎么样 ？vlog 有什么限制吗？没有什么限制，就是。对，没有什么限制，想要啥样都可以。然后我会发在 B 站了。能给你起个名儿吗？那个什么，评论区大家给他起个名儿吧。这个名儿咱们实在是有点取不出来，真的有点难取你的名字。主要是对着你现在这个 ID， 我就是想不到其他东西了。整个尴尬大冒险。我很好奇，你能给我整出什么尴尬的？我可是艺人，我可是艺人。你想想，回头范范跟我说。OK，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六个 vlog， 就是它也不全是那种长篇 vlog， 它也有那种就是录成大冒险的 vlog。然后 ，OK， 大河马。就是心满意足的得到了他的三号奖励，然后是四期的一加一。四期你想抽到哪个？四期你想抽到哪个？然后你的那个一你是要就是抽呢，还是就是在就是自己定呢？先抽你再看自选什么 ？OK。这音乐太 emo 了，我要来点有意思的。
我看看啊。想抽到五，好，满足你。这币抽到五，我跟你说，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抽到五了，我这边全是什么一二三的。看啊，这是刚才那个三，对吧？然后我们点开来往下滑，点到一个一，哦，不是一，点到一个骰子，真的是五，是五，是五，五五五，耶！好大的运气，运气真好，四七哥哥不是，运气真好呀，哥哥，是不是想要什么就出现什么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得偿所愿的？谢谢四七哥哥，荧光海，谢谢你，荧光海，谢谢。对呀、啊，心满意足了是吧？这不是黑幕，你不信？这不是我的黑幕，你要黑幕，你找找微信去。这是微信，家人们。刚才我抽到好多一的时候，我也在喊黑幕，黑幕。那你那个还要再抽吗？你再抽的那个就是可以不用抽到五了。你再抽那个就可以不用抽到五了，你也可以选就是自选。抽吧抽吧，我觉得抽的好玩。你说你指定那种就没什么意思，就抽奖这种。好像能拿捏到，但实际上又没有那么能拿捏到那种感觉才是最好玩的。自选个六，占一到六齐全了，可以自选个六。那我们六还是撒娇好吧？我们的六还是撒娇。我想抽也行，我无所谓，当然是看你了。我就是周特可以下班改成周小杰上班也挺好的，对吧？应该没有其他漏的抽奖了吧？没有了吧 ？OK， 咱们开奖，那就抽，抽还是奖？撒娇吧，撒娇吧，来吧，抽完了吗？还，就是还没有。他现在有个一分钟的夹子音，夹子音之后就是没有欠的了，然后你就可以前来抽一下，或者你现在给也可以，然后咱们就是可以一边夹一边那个什么，拿个全齐，来吧。为什么扣问号？怎么了？嗯，漏了他哦，我漏了你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宝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我老是忘记，给你记上，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弹幕它一刷上去，刷到一定的那个上面，它就是上面就给它就是自动删掉了。没事，咱们把这夹完，咱们给你夹开心了，好吧？咱们给这个各位直播间的这个，应该是没有1400个人的这个给大家夹开心了，开始喝口水先。今天抽到六，多给30秒。好，好，action！ 哎，你们想撒娇哦？撒娇加夹子音？那我不带这个了，不带这个了，不带这个。就是现在是每句话都要带撒娇，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夹。谢谢拉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的荧光棒。你，哎呦，不要外放，不要外放。谢谢圆圆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尾声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荧光棒，谢谢四七哥哥还是姐姐呢？谢谢四七姐姐的荧光棒，就喊姐姐吧。谢谢四七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我们大熊姐姐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姐姐不要不原谅我。谢谢大河马，这怎么喊的？谢谢河马喊姐姐吗？谢谢河马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荧光棒，谢谢花开哥哥的巧克力，你要喊哥哥还是喊姐姐？谢谢哥哥巧克力，谢谢哥哥，怎么我就喊着喊着突然就是不会夹了？
谢谢花开哥哥的巧克力，谢谢哥哥的巧克力，谢谢。我们大熊姐姐不会真的生气了吧？姐姐不要生气，我错了，真点错，就是一不小心把你忘记了。谢谢，哎，谢谢果汁兔姐姐荧光海，谢谢姐姐荧光海，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荧光海，谢谢拉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荧光棒，谢谢四七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荧光棒。你以为我叫叔叔？不，这是一个叫哥哥姐姐的环节。对，这是个叫，这是一个叫哥哥姐姐的环节。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句话都要用撒娇的语气讲。这个时间怎么还没有到？我又忘了点吧。差不多。谢谢。谢谢乐迪姐姐三个荧光棒，谢谢姐姐荧光棒，谢谢。哎呀，这不是从来不单推姐姐吗？姐姐怎么看一眼就打游戏去了？谢谢四七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谢谢小哥姐姐荧光棒，谢谢姐姐荧光棒。不啊，我以为你们都很喜欢被叫姐姐呢，难道不喜欢吗？OK， 可以了 ，Enough， 我再讲，时间到了。因为我刚好像这个 iPad 一关掉，它就会停止计时，也挺好的。这是什么表情？那我叫你哥哥吧。谢谢四七哥哥，谢谢四七哥哥的荧光棒，谢谢哥哥。OK， 咱们来给咱们大熊来抽奖了。咱们就是说一整个给你抽好的，你先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喜欢喜欢就怕手控制不住，哎呀，都这么喜欢了，还有什么好控制的？难道没有那么喜欢吗？找雕龙姐姐玩 ，Oh my god， 可以，咱们现在已经回归正常状态了。现在咱们不再撒娇，咱们是一个猛汉，咱们大熊姐姐还在吗？如果抽到五可以当遗忘你吗？可以，因为刚才我把你忘记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抽到五的话我就给你重抽一次，怎么样？如果抽到五的话给你重抽一次，因为咱们刚刚确实是把你忘记了。来吧来吧，这是刚刚的那个四七的那个舞，这个是来吧 action， 嘟嘟嘟嘟，我不是，我不能是我，哎呀不行，又是我，刚说好了给你重抽一次的，重抽一次啊，重抽一次，是二，我听到还好，刚你提了一嘴，还好你说了，就是说如果抽到五的话，能不能帮你遗忘？不然你真的要就是又丢心又丢钱。来吧，二是什么？看看，二是点歌一首，来点歌嘛，有什么想听的吗？哎呀，谢谢大熊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大熊的马卡龙，谢谢波波。来吧，唱歌！你要一边唱歌一边抽奖。哒哒哒哒哒哒哒！哎，谢谢花开的高级马卡龙，谢谢花开的高级马卡龙，谢谢波波，谢谢你的马卡龙。等一下，我又忘截屏了，讨厌！谢谢马卡龙，我真的有点怀疑，我今天不会真九九加吧？随意唱歌，那我就。咱们先唱一首什么呢？咱们先看一下咱们的歌单啊。什么还有可能？你就说九九加是吗？确实是有可能，我突然觉得。九九加很少，别人以为就真的起飞了。不是，现在放的是叫《异地恋》（括号我每天问一百次），但我唱的不是这首歌。现在放的这首歌叫《异地恋》，看唱什么呢？
放这个吧。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最矫情的情绪，最害怕告诉你，要怎么去证明，要怎么去冷静，要怎么做才能够把你忘记，伤害过的你，有些事情是无法继续，我的问题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能不能再听一听你的声音，算我没出息。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都结束吧，说心里话，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难过只写在我手机，显得还需要你忘记，都快走吧，我晚点就回家。谢谢圆圆的荧光棒，谢谢 CC 的荧光棒，谢谢，谢谢四季的荧光棒，谢谢。哎呀妈呀，这夹了我嗓子真有点疲劳。晚上好，晚上好。在唱歌呢，在玩这个抽奖。要怎么去证明？要怎么去冷静？要怎么做才能够把你忘记？深爱过的你，有些事情是无法继续。我的问题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能不能再听一听你的声音？算我没出息。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都结束吧，说心里话。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难过只写在我手机，真的还需要你忘记，都快走吧，我晚点就回家。现在的平行时空里，没有海洋，没有陆地，只有无限短的旅行，雨滴落下的声音，有种寂寞的频率，声音可以融化掉所有情绪。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经历的美好都要付一点代价，会后悔吗？会怀念吗？对你都不从不养吧，不如就这样不讲话，真的让气氛更尴尬，爱过我吗？眼泪是心疼吗？谢谢四七的荧光棒，谢谢我是飞鲁的两个玫瑰花，谢谢玫瑰花和荧光棒，谢谢。来吧，咱们唱完路感觉怎么样？嗓子有点劈，说实话嗓子有点劈，但是问题不大。 yes， 问题不大。咱们到哪儿了？我刚刚是大熊和花开都各有一个，对吧？如果有漏的记得提醒我，如果有漏的先提醒我。先喝点水吧。但这首歌是我还是挺喜欢的歌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只有我简单的语气。来吧，大熊，咱们再抽一个吧。我吃个糖。
雨滴落下的声音，有着寂寞的旋律，声音可以融化掉所有情绪。超级好听，真假的？真的假的？尊嘟假嘟。来吧，张梦，继续抽。我再放点 high 的 BGM。咱们抽到什么时候呢？我想，咱们这个抽奖截止到十分的时候吧。抽奖截止到十分的时候，然后我们后面可以慢慢的把这个债给还了。抽奖截止到十分钟，开始。就是如果还有想抽的话，现在就可以，就是一起就是告诉我，然后刚好可以登记下来，怕我到时候又漏掉了。哒哒哒哒哒哒，掉所有情绪。后面自家节目48个节目，小云，来吧，我们来抽奖吧。看看啊，这是刚刚的那个唱歌的二，对吧？然后。哎，刚好点了一下，是三，大熊抽到三了，大熊想，刚有人可想要三了，我跟你说，刚有人胖想要三，欧莫，指定视频翻牌，很爽，我说。我跟你说，他们一般视频翻牌会找什么样的？他们让我双马尾，然后让我辣妹装，我说哇哦，然后应该也会有人让我唱歌吧？对，你可以选。我好阴阳怪气，没有啊，我没有阴阳怪气呀、啊，辣妹装，对，辣妹装，但是我没有多辣，因为毕竟我这个人摆在这儿，再辣也辣不到哪去。辣妹装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啦。辣妹装什么？辣妹装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露脐装。Yes， 身材和头分开看，笑晕。辣的，看你们就是能不能接受吧。对，看你们就是喜不喜欢这款的。水着不行。水着不行，水着的话，等我拍水着单了再看吧。辣椒不是辣妹，辣椒装什么？是那种辣椒衣服吗？辣椒衣服是什么？是那种在淘宝上买的那种吗？想看那种的也可以。你要是如此的这个喜欢这个辣椒，也是 OK 的。水着真的是我 PK， 我不是你们 PK， 我都没有拿水着给你们当奖励。水着对我来说难度还是很高的，虽然说我没有立下那种这辈子我要水着我是狗这种 flag， 但是吧，对我来说难度也很高。香蕉，真的吗？真的是那种吗？牛郎装是哪种？是那种这种帅帅搭的那种吗？谢谢大熊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高级马卡龙，谢谢马卡龙，波波。然后前面还有个花开的，然后是大熊的，我不拍脸应该是辣的，行吧？那我不拍脸喽，你可以，99加马卡龙我。这是什么马卡龙雨？天上突然开始掉各种五颜六色马卡龙，遇到这种情况，这同学选择水着加深。不是牛郎装是什么？这是什么类型的？是那种白衬衫，然后黑色紧身裤，然后马丁靴那种的吗？
西装套装也可以啊，我可以找别人借个西装，我有衬衫，对吧？我有衬衫，我也有那种紧身裤。OK 啊，都可以啊，我就是玩得起，对吧？咱们主打就是个玩得起。你愿意就是相信咱们这个，咱们就是给你回馈这个。来吧，咱们这个到什么了？到花开了，来吧，花开来抽。不是来吧，就是给你看。来吧，咱们就是开始了，这是刚刚的那个视频翻牌。然后呢，咱们往底下滑，骰子点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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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到五了怎么办？不是有点惨的，不是这样吧？我也觉得他抽到五的就是很惨。恭喜你的，就是恭喜你获得一个荧光海。没关系，你不是第一人。你不是第一，就是前面还是有很多人就是抽到过这个舞的。你生鸡腿，好的。不是，好可怜，我感觉我像个无良商家，但是我真的不是。家人们，我真的不是，这就是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抽到五的每人一份水镯子牌，抽到五的每人一份雕龙的水镯子牌，大家狂抽，到时候天要真下那个马克龙雨了，我跟你说。你刚才说抽到五能不能我给你一个荧光海，我怎么给你荧光海？我该如何给你荧光海？你看还是有人想看的吧，这就是开始有人买账了。对啊，我们蛟龙姐姐很那个的，我们蛟龙姐姐前凸后翘，身材超级辣，就是无比的性感。谢谢花开的荧光海，谢谢哥哥荧光海，谢谢哥哥荧光海，哥哥别难过。咱们就是给你再抽一个，哦，不是给你再抽一个，给他们再抽一个。到时候不敢去下去了。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美妙的人生。谢谢笛子的荧光棒，谢谢你的荧光棒哦。来吧，接下来是大熊。大熊，看看，这是刚刚那个美妙的，这个舞呢？知道这个舞是什么吗？这个舞是刚刚那个非常美妙、非常漂亮的荧光海。来吧，再抽一个，看看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是什么喽？夹子音，又是夹子音，家人们，咱们就是这个最后一个抽奖了，最后一个夹子音。OK， 挺好的。我们这个直播呢，以这个夹子音结尾。好吧，就是刚刚可能，比较惨的大家，跟你们上才艺了。等我咬碎我这个糖啊！猪猪小夹最后一夹，名垂千史。我在想用什么类型的，你们是想用那种可爱的还是那种，算了，我只会可爱。我要是给你们搞颜色，就是也不是搞颜色，就是搞那种性感的，可能搞不起来。你不服导致想再抽一个，你可以再抽一个，谢谢，可以再抽一个。谢谢硫酸的高级马卡龙，谢谢硫酸的高级马卡龙，老哥你也开赌了。性感是什么样？性感就是那种，我想想啊，我想想，我思考一下，
性感就是姐姐什么时候带我回家呀？算吗？这种算吗？Oh, stop. 性感到风湿。不是，你们这个直播间真的是两极分化很严重，我说。算的吗？算的。你们真的很喜欢姐姐这个称呼，谢谢圆圆的，谢谢圆圆的荧光海，谢谢花开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马卡龙，谢谢大家的礼物。波波，等一下我记一下，我又记不住了。最后一个是花开对吧，最后一个是花开，然后上面的是在上面一个是硫酸对吧，然后还有漏的吗？有漏的记得告诉我，花开硫酸的应该没有漏的了吧。 OK， 没有漏了，咱们哦对，拿坏个夹子。这样吧，我们把这个夹子，这个性感的夹子留到结尾吧，留到等会我们说拜拜的时候用这个给你们夹怎么样。然后我们先抽完，如果就是刚好还有抽到夹子的话，咱们就刚好把这时间给它累积起来。怎么样？赌狗们绝对不会止步于此。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是大概差不多到这儿，然后就是等把这抽完之后，它差不多到这儿，咱们之后还会有这种活动，敬请期待吧。后面是空调吗？后面是油烟机。让我来放点音乐。明天打算整什么活？明天不知道，明天应该不直播。明天主要是我明天助演完之后，差不多要去吃饭之类的。可能家人们，这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而且我等会儿十二点的时候，我还要去排练。十二点去排练。来吧，开抽。怎么扣问号？怎么了？明天几点发车还不知道呢。不知道，明天如果是如果是下午场的公演的话，应该是9点钟发车。为什么排练时间这么晚？就是因为周香姐妹她今天刚巡演完嘛。就白天要巡演，可能就是回来就时间还需要，就是回来的时间比较晚，然后就比较累，然后所以我们选这个点是这个时间排练。9点发车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如果是下午两点的公演的话，我们是9点钟发车的，没开玩笑，因为就是有很多人要坐头化妆到那边。那我早点睡。好，其实我今天睡很久，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哦，好帅啊。来吧，咱们到谁了？硫酸对吧，硫酸，然后是花开对吧。如果有问题记得提醒我，我这个小脑子不太好。那我们先给你直接一个懒觉，有人下半截。哦，我想起来你说要那个什么的，好吧，那下半见吧。看看啊，这是刚刚的那个累积的夹子，你还没有完成那个夹子，咱们等会儿到那个结束的时候开始。然后呢，先给硫酸抽这个骰子对吧，给你个3，看看。哦，哎呀，怎么这样呢？怎么又是这个呢？哦，但这个也很好，家人们，今天这个夹子音，我们夹子音其实升级了两次。咱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夹子音，对吧？咱们到后面变成了什么呢？咱们到后面变成了一个撒娇，咱们就是从一个夹子音，哎，一个很可爱的那种女夹子，变成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甜妹，爱撒娇的甜妹。咱们现在又来了一个。又进化了一次，
进化成了什么呢？进化成了这个越性感性感的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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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子，哎，不重要。御姐，但我不会御姐，行吧？我听他们说，我听他们说，御姐就是你想听御姐不会，我是想御姐就是我记得应该就是声音放低，然后。为什么我声音放低这么好搞笑？声音放低之后，不行，我这声音太奶了，我声音夹不起来，声音就是遇不起来，这个还得看个人天分，可惜了。等我什么时候去进修一下？稻城亚丁是什么？稻城亚丁是什么？什么熊啊？把你踢出去！真的是，我真的要靠夹子活吗？就是虽然这个出圈方式我未曾想过，但是好像细想一下也是情理之中，毕竟我是这么个人设。B 站搜一下，我等会儿再搜，我感觉不是什么特别，感觉是个挺奇怪的东西。等会儿搜啊，等会儿下播搜。这次其实是那个红毯，我不知道哎，还没有排练呢。而且就算排了，我也就是不太清楚。我真的真的想想，很好听的配音啊。OK， 那我等会去听吧，我已经记下来了，我等会下播就去听。上海现在什么温度？穿短袖会冷？不会冷，穿短袖不会冷，因为白天还是蛮热的，但是除非它刮风啊下雨啊什么的，就是会比较冷。对，所以你最好带件外套之类的，短袖应该是不会热的啊，不会冷的。对，明天可能风很大。来吧，刚刚是不是硫酸抽到那个抽到六了？来吧来吧，花开，来吧花开。艾克森，这是哎，这是刚刚那个六对吧？然后这是一，这是骰子。点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四，呜，四什么？我看一下，恭喜四，我看是什么？呜，四，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家人们，气氛起早了。再来一次啊，这是个四对吧？然后这个点一下，看看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是二，呜呜，这个真挺好的，真挺好的。二是什么？二是唱歌，二是唱歌，想听歌吗？羡慕，来吧，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感觉这个直播我的头发渐渐的蓬松起来了。能来首唱完一首歌吗？啊，谢谢 Hugos 的超级，不是高超级朋友，谢谢 Hugos 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谢谢，谢谢你的马卡龙。稍等哦，我先看看他们那个。还想再来一次，家人们，让我给我个下播的时间，给我个那个什么排练的时间吧。夹着哦，夹着唱完一首歌，难度好高，感觉嗓子真那么皮，不行，夹着不行，夹的不行。花开有哎，留到云翻牌里 ，OK，OK，、OK OK、录，那我给你写下来。唱歌 ，OK， 去排明天助演，对，我十二点下。我真的很喜欢读，我说，哎呀，大河马还在呢，没想到。等一下，花开流到云翻牌里，然后是 Hugos 对吧？是吧？没有漏的吧？有漏的记得提醒我哦，看看。
应该是这样，那就直接呼狗子老师了，对吧？如果有漏的，千万要提醒我。看看啊，去春果发鱼饭发鸡腿，怎么这么开心呀、啊？刚好云饭牌我还可以，就是学完之后再唱也挺好的。来吧，胡狗子老师，咱们这个非常的这个，咱们你想有没有想抽到的？有没有想抽到的这个数字？有没有？咱们就是说，咱们千万千万不要抽到一，咱们就是这个 vlog 真的太多了，有点 too much 了。都行，抽个五。好，那就给你抽个五出来。既然你都诚心诚意的请求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哎，那看这个是刚才那个二，对吧？刚才那个什么唱歌的二。然后呢，往下翻。This one， 点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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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真的是还好我这次提前看了一下，不然我又要开始就是兴奋起来，然后发现它是再来一次了。看，这是刚刚那个四，点一下，看看是什么呢？家人们来个五吧，来个五吧，一，可以。vlog 有没有什么想看的 vlog？ 就是有没有什么想看类型的 vlog？抽腿第一次抽到 vlog 乐了，第二次抽到 vlog 笑了，第三次抽到 vlog 哭了，第四次抽到 vlog 烦了，第五次抽到 vlog 郁闷了，第六次抽到 vlog 释然了。这是第几个？这是第七次。第七次抽到这个 vlog 佛了。七个，这是几？这是七对吧？六七，这八七，七个了。我慢慢还，谢谢乐迪的荧光棒，谢谢荧光棒。怎么抽不到五？他们有人抽到五，有好多人抽到五。一个月能拍一个吗？一个月能吧？我觉得就是新书盛典之后时间还挺多的，刚好可以。就是如果回南京的话，我还可以给你们拍个南京的 vlog， 怎么样？是不是听起来绝了？一个日更博主冉冉升起，确实加吗？记上了，一共五六七个 vlog， 然后呢还有很多个视频翻牌。谢谢 Hugos 的荧光海，谢谢你的荧光海，谢谢。怎么这么想抽到五？没有抽到五，还就是反过来来了一个，哎呀妈呀，这样显得我。呆呆的，可以安利一下南京，确实，真的，我突然就是脑子里想过了很多个，就是想法，有各种各样的，我老可以给你拍，还挺开心的。那玩意儿还挺贵，什么那玩意儿？把 B 站的充电打开还能再赚点，真假的？这是可以的吗？这要怎么开啊？等会我研究一下，薅羊毛吧。这个应该是不允许的吧？还是不开了？感觉公司不太允许。哦，对，到哪里？咱们这个直播到此结束喽。然后我们来兑换一下两分钟的这个撒娇夹子音。B 站还收益100多，这么好。等一下问他，他一直搞逼着。好嘟。来吧，我们准备下播，然后咱们就是用个撒娇的语气。这样吧，我知道了。我要找一个昏暗的 BGM。灯也可以暗一点，好奇怪，你家可以了，可以就这样吧，怕等会你看不清我。
晚安了，晚安了。哎呦，怎么就这么如此正经？我该怎么就是用撒娇语气跟你说晚安呢？那就哎，那就读每个人的 ID 吧。那就圆圆姐姐晚安啦，然后拉姐姐晚安啦。谢谢尾声姐姐的荧光棒，谢谢姐姐荧光棒，谢谢姐姐。然后硫酸姐姐晚安啦。那笛怎么这么多？笛子姐姐晚安啦。然后谢谢笛子的荧光棒，谢谢你两个荧光棒。大熊姐姐晚安啦，晚安晚安。我觉得我这晚安我得说一段。雕龙姐姐晚安喽，姐姐们我好想你们呀，怎么办呀，马上就见不了面了。所以姐姐晚安啊。明早见好。姐姐，我喊哥哥会怎么样？喊哥哥会，哥哥，你们想听喊哥哥还是喊姐姐？直播间，好，直播间。哎，来个姐姐贴贴，姐姐贴贴。哦，我知道那个，给你们录一半。不能是爹吗？爹太奇怪了，爹太奇怪了。我找那个姐姐爹爹在哪里？河马，河马喊姐姐吗？河马姐姐，河马姐姐晚安啦。护狗子，护狗子，哎。这是什么？嗯，哦 ，Google 姐姐晚安了。河马姐姐，翻牌打完了要我学，好哦。为什么这个没有？这个什么？找不到了。那我直接开始吧。那就姐姐贴贴，姐姐抱抱，姐姐摸摸。姐姐想你，后面就收费了，家人们。姐姐们，晚安啦，早点睡哦。谢谢圆圆的荧光棒，谢谢你荧光棒，谢谢。晚安啦，为什么扣问号？晚安喽。后面是什么？后面。这贴纸吗？还是下面东西？贴纸就是小狗。对呀，就是说晚安了。怎么这么想我吗？这么想我吗，哥哥？晚安了，晚安，波波。哎呦，还有什么？哎呦，不想这么快说完，但是我真的要去排练了。你改个名儿，确实，你快改吧。快点吧，抓紧的，抓紧改名儿。我说，波波，我不在的日子也要记得想我，拜拜。好的，好的，排练去了，拜拜拜拜。这是12点排练了，给我个休整一下，你的外卖吃饭的时间，拜拜。不，拜拜，下了。